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那我们来挑战火鼠成就。不过这队其实也可以解双成就啦，全神，然后又是火属性。你、好像打太快了，这个会中毒是不是？那这个先打掉好了。好，这边小刷就好了。哦呦，后面有狗在叫。好，这边大力转好了。啊，这是 combo 太低了吧，三张火没有震伤。嗯，好，可能要开一个龙科了。比较保险啊，理论上大家可以不用开啊。好像不开也可以耶。哦，刚才我们没天降，这时候天降了这么多，连线了。哇！好。这里的话应该也可以直接带走了。为什么觉得火系大的天降的比例比那个光系还低啊？而且低很多欸，是我错觉吗？还是我的队友没有生，没有进化？你有没有仔细看？我管他的。我这样也能过，我
真的看不清楚。哎、欸，九康宝，我的队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一定是没有选到有生，就是进化成连击掉火鼠猪的几率的卡片了的队友了。那天降太低了吧？嗯，还这样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没有哎、欸，一定是我选错了啊！哇，总不太好。哇，这伤害很明显很低啊！哇，这个要带走了。欸，这样，你刚才用光希腊队只花了七分多钟啊？没有哦，这边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。开这个之后，那个珠子还是算那个有叫秒数的珠子吗？是哎、欸，啊！哦，还好这次天降很多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开，我们先开这个好了。这是场面上火柱不太好、啊，好，这应该就够了吧？好，再开一个。好，应该不用开龙科了。应该不用。好，好，姐姐。花了九分钟，稍微长了一点。好了，龙科长到了。好，这个队伍推荐给大家。啊！喜欢频道的朋友，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这几个收看，拜拜。